说不上网的人搞不清楚上网的人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，上网的人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找好吃的东西，把他们订到家里面来吃。今天有五位女明星要为我们介绍他们在网络上面买到好吃的东西，欢迎你们哈。五位当中要恭喜许章水小姐新婚快乐，恭喜。就怎么样，婚姻亮红灯了没？忙什么啊，大概结婚多久？你今天特别穿红衣服来示威的吗？不是，不然嘞？不是啊。那你头发乱掉是故意的吗？是他的造型吧。造型。啊，今天五位女明星呢有一件很光荣的事情，就是他们邀请了一位大明星来担任快递人员，要把美食快递到大家桌上。我们郑重欢迎赵正平先生。欢迎。是巨星，所以绝对不能够让他站着。那我们在那边呢，准备了一把椅子。可是呢，赵哥不用自己，赵哥不用自己拿，不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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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来吃饭。是巨星哎，你怎么可以自己拿 ？OK 的 OK 的，把一下自己搬过来哎。那赶快，那赶快。有这个桥段吗？快快快！难得让你服务一次，不容易。真的今天不好意思，要麻烦巨星帮我们节目递东西喽。还好还好，真的麻烦赵哥了。你刚刚看我这么优秀了，你来帮我怎么干嘛那么小家子？你可以来这边坐啊。心里面就没敲起我，还是看勇哥最好，还是看勇哥最好。S 你过来一下，因为呢，我在内地碰到了一些去看赵哥舞台剧《疯狂电视台》的粉丝，然后他们坚持要我在《康熙来了》宣布，就是赵哥的粉丝绝对不是只有50个而已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真的有听说好像高达380人哎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说赵哥出场的时候真的是群众尖叫，然后有人举灯牌的，千万不要这样说了。这样讲比较快，就唐崇盛，崇崇是男主角，是他卖的是演技，那我赵正平呢卖的就是人气嘛，到那边就是，所以你是票房，不能这样说了，大家都是群力在合作一部舞台。我们这样这一集访问你够了吗？谢谢，来来，多谢你饶了我，谢谢，我客套话已经用完了。啊，今天呢，赵兄要帮我们的就是啊，我们康熙来自己严选了一些在网络上面非常出名的美食。另外这几位女明星，她们也有她们自家的推荐。然后我们康熙严选这些网络美食呢，相关的老板或者厨师或者是采购人员，现在都光临我们的现场了，欢迎。其中有一位对女明星稍微构成威胁，就是阿舍干面的妹妹，叫做阿舍干妹。所以你是干面的妹妹，就叫干妹吗？干妹。就你跟阿舍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没有，我刚好在微风那边卖。所以你是店员？对，我是店员。然后里面最漂亮的是不是？也没有哎。就是前几天，那你现在是两天新闻才报的那个吗？对。哦，水果妹不高兴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刚好有看新闻，看到特别注意了。可是你看的时候，你有觉得她真的很值得上新闻吗？她的美色还蛮值得的、啊。哎，她蛮漂亮的，对啊，她有一点，我觉得她跟李嘉欣那一路的味道，对对 对, 对。因为如果在干面界长这样的话，真的蛮厉害的。干面界对吧？请问你们五位都有订购过阿舍干面了吗？我订过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订不到。请问要等多久？号称半年。不可能。所以你最后没吃到，你最后吃到是放了半年的干面。你吃到的之后半年内，半年之后他才会出道。那你当晚饿啦？没办法，就只好去便利商店啊，先吃别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干面就是为了要充饥啊，怎么可能等半年？他就会跟你说，你要的货可能会在6个月之后会第一个帮你出。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可是我们真的很想要吃。他说大家都很想吃啊，他不会劝你。对，那你有跟他说你是明星吗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跟他说，我们是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，然后也是因为艺人推荐的，然后跟他讲。但是他有说哈是谁啊？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了，所以你一说你要亮出徐小可的名字，然后他没有表示优待的话，你就罩不住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你可以抱小 S 啊。拜托，我在餐饮界很吃不开耶。我知道。我最近搞不人，他要报你的名字。他干面袋会帮你缩减了5个半月。就真的等很要不到哎。是啊。而且我说我是小 S 啊，对，说谁？我下次进包厢的时候会瞄你，你也在进去，你在旁边外面吃。赵兄不会吃过这个阿舍干面吧？听过，但一直都没吃过。所以今天你也可以趁机吃一下我们为你选的这些网络上的美食哈。哦，那当然当然。请问干面有来吗？啊，有，现在正在煮，这是它的外包装。
感觉还蛮不错的。所以买的时候就长这样子吗？市面上买不到，就是要自己订购送到家里再泡啊。可是干妹，这就是一包长得像泡面一样的东西啊。哦，对啊，泡面呢？就是它，可是它用煮的，它就是泡面，它吃起来，它吃起来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？它的调味有很多种，对，总共有13种。你们另外四位老板都吃过这个吗？请问是有比其他的泡面吃起来更值得回味吗？我还是习惯吃一般的泡面，因为它要煮，它是煮，它不是泡面，所以方便性弱了一点。你不能把干妹当麦克风架，你是麦克风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你最近是要吃片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只能气势很高涨。他是采购家，然后呢，他负责替他们那个团购网站选东西。然后他今天带来的是小吐司，吃到好吃会流泪的小吐司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商品名称叫做吃到好吃会流泪。就是小吐司，是香烤小吐司。那你吃的时候有流泪吗？差一点，因为我要采购，我不能够表现的太那个。你描述你自家产品叫做吃好吃到会流泪，然后你说人家家面是还可以，不是我自己，是大家盛传的。那这个也是盛传的东西啊。嗯。比较看看咯，我都很方便。我吃没有流泪怎么办？打到你流泪，熏到流泪。那赵兄，我们吃一下好吃会流泪啊。小吐司，法式吐司，麻烦你那个给几位女明星。这是干的，是甜的吗？赵兄吃了，咸的香蒜口味，糖霜那个这是基本款香蒜口味。它有其他款哦，要流泪，还是要流泪？黑胡椒，想哭吗？要流泪了，想哭吗？快哭了，快哭了，快点，快点。不好吃，很好吃，是咸的，出来，但是真的好吃，对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丽雯，你说的才会怎样？比我想象中的，而且它非常非常酥脆，因为是冷的，我以为是硬硬的，就硬啊，就是非常方便，嗯，也不用煮，也不用烤，也不用很用力，干嘛就直接打开？我好像忽略，那可唯是第一次来康熙吗？我是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吗？对，因为我是戏剧化，他没穿裤子，有啦，我有穿。穿睡衣了，怎么办？而且他头上还弄一个那个，所以是在希腊睡觉吗？我本身今天想要走希腊。你可不可以站到桌子前面，我们看看你今天的造型？哦，有穿裤子。干嘛这样子？我有穿裤子。所以你是来自于哪里啊？希腊。我是哪一个领域？戏剧。我都在有台演戏剧。哪一种戏？乡土剧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长得蛮不像乡土剧。八点的。赵哥认识他吗？赵哥，不是，因为现在的女明星几乎长都一个样，你知道吗？哪有？这几个几乎长一个样，我还怀疑是不是同一家整形公司。讲这话，谢欣会太开心吧？耶，大哥好笑哦。我很讨厌的。又不是说不定。没有，我觉得第一次来要很慎重啊。我昨天想到整晚都没睡，我想到整晚都没睡才想到这样。用心搭配出这套衣服。是啊，难道不好吗？难为你。有时候做人不用太用心。好，欢迎你，可唯，请坐吧。大兄怎么样？可以老实讲哈。我觉得这个几乎就是我小时候在家里面自己啊，妈妈他们就会做了这样一个的。很温馨，对不对？也还好。那阿婶干面来了吗？对。你们刚才对那个好吃到流泪的，不会太没有礼貌吗？对不起。所以干面是很期待的，是不是？还蛮是，因为都买不到，所以只能够在康熙来吃吃看。而且要等半年呢。只有两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份是啊，给我们主持人吃的。好，用高级的食物就要有高级的人来吃。这些旁边的配料是硬加的吗？哎，应该不是吧？自己加的，对，那个是真的本来就有的。我们自己加上去的，就是让颜色比较好看。可是我觉得感觉跟干面不搭啊，旁边的东西。嗯，感觉像凉面的。凉面是有点像凉面的东西，可以把它剥掉，可以吃原味。干面就是店员，你这样为难人家。不是，因为你就会很气啊，就觉得让这个食物变得比较不好吃。你现在越欺负他，宅男就越恨你。哇，你要吃？好，我们吃吃看哈。自己加满分。好，来。你们两位也分吃一下哈，谢谢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吃哎！怎么可能？你真的？你对面很挑剔的耶。就是如果一定要逼我上网买东西，这两个食物我可能会买这个干面。可以哦。嗯，我之前就吃过了啦，不过是因为，蛮多那种在公司行号上班的同学，
他们真的很疯网络团购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在上节目，你们不要吃的满嘴都讲不出话了。阿哥还在消化，因为他其实有点像。不要说旁边那些配料啦，因为它其实一包里头就是那个面跟一包调味料，可它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吃那种勾扎鼻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它的香味是能够一直留在你嘴巴里面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面条跟泡面不太一样，是泡面泡久会软软烂烂的，可它煮好之后它的面条还蛮 Q 的，它感觉好像是师傅在现场手工面煮出来，对，就是它的面条吃进嘴巴里。它的弹性跟它那个香料的结合，对，其实是味道会留住，这好吃哎，好吃，而且它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，对，酸甜辣，很杂的味道。赵兄对我摇头哎，不行吗这个？可能是因为不是直接好那个，我觉得那面有点干了，真的，那是应该那是因为煮好那个。现在骂人来这一套，用鸡排来骂人，所以才叫干面。不是不是。你说干面哈，如果真我们严格来讲的话，到一般我们传统的小吃的那种餐厅的吃的那种干面来讲的话，你的香气不够。因为我吃过这香气，崩溃不搞。可是赵哥，你要知道，他就是网络上订购的，他就不是在店里面吃的、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可以原谅他的干面不 OK， 是这意思吗？没有，如果你在家自己煮好，你刚煮起来其实是 OK。那因为可能对，我就想说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个时间在。你干嘛？现在是变巨星了，不能吃这种有香味的干面。可以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不错、啊。这刚重点是知道赵哥在不高兴什么。因为赵哥那个男子汉的食谱里面就有干面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是干面专家，所以还好，比较标准比较高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可以。你们几位刚才交头接耳在讲什么？真的吗？小可说他要哭了，他说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这样不是？我觉得他会在网络上这么热卖，还是跟他的价钱有关？他的价钱太便宜，他的价位好像一包七块，一包八块，这么便宜？对，所以我必须要强调。麻辣的，然后有很多种，好像有五种。它光是辣就有分在三四块，它比泡面便宜很多。对啊，一碗碗面的泡面好像都要12块了。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好像有到吃到那小时候猪油拌饭的那种感觉。勾扎米，它就不应该加这么多。因为简小姐，你们这个怎么卖？你现在逼他讲一片半毛钱，团购价90，你说一包是不是？一罐，我罐的，这么一大罐，对，那也很便宜。那是黑，哎，这个是黑胡椒口味，哦，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口味。90块，就是真的算是便宜啊！现在团购，其实团购的食物会那么吸引大家，是因为它的价位。所以网络上很多网友是因为饿了要花很少钱，可是吃到很饱的意思吗？就是他们团购可以节省很多钱，但是可以吃到可能比外面更好吃的口味，而且可以先囤货。对啊，因为90块就干面这个可以买10包来吃，哎，对对，就如果比充饥的程度的话，好像可是那种像很多上班族他们就会放在办公。公式啊，下午对啊，下午方便对，无聊就当零食吃啊。现在要帮简小姐说话，而且是早餐，没有了，谢谢。所以你等下拿得够大礼哦，幸运哦。要大礼是简小姐的薪水。现在新推荐百年老店糕点，小 S 也想要抢购。最新带来的都是糕点吗？那个芋头泥，对，芋泥球是流行的甜点吗？把整颗球都是芋泥吗？好绵哦！真的假的？谢谢。